这不是选后人气爆棚的暖男陈其迈吗？虽然在去年九合一选举败给韩国瑜，但选后开直播跟麦粉谈心，在镜头前和爱猫陈小米互动，会痛，真的会痛，还不顾形象，抛开偶像包袱，让他成功晋升网红。那我这个，五音不全哈，唱歌。也不能这样讲啊，跟柯市长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再加油，等我哥练好一点。男神不愧是男神，保养的超好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陈其迈大学时期的照片，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哎，根本只是换个眼镜而已吧。即使之后在政坛出道，还是看不出除了眼镜有哪里不一样。岁月没在他脸上留下痕迹，好青春洋溢啊！这是现在的陈其迈。现在是几点？那我们大家来看看现在几点了。现在是我们重新开始的起点，大家要记得。陈中心什么时候不当网红，要浮出政坛啊？报道哦。